接下来为您播出普法栏目剧《父子局里一场大战险象环生》。回去告诉他，这里地盘姓林。林朝成跟老王闹掰了，老王可能对家有危险。你怎么进来的？还有我。不辱使命，他为战友无悔付出。丫丫不能有事，梁雪也不能有事，必须去。普法栏目剧《卧底》最新集下部第三集正在播出。在上，警察的一言一行绝不玷污金色盾牌。把物品放在地上，双手抱头。宪法在上，警察的一丝一念绝不触犯国家法律。我要杀了林涛成这个混蛋，替老赵报仇。你是警察，不是杀手。人民在上，警察的一生一世赵队绝不辜负人民期望。他是一名警察，警察就会随时面临着牺牲。你赢不了的，我陈杰辉奉陪到底。我们这是要去哪儿？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这里是普法栏目剧，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卧底新一季节目的下部的故事。前边我们说到，贩毒团伙的头目林超成是一个有头脑而且心狠手辣的这么一个毒贩子。他从海外偷渡回国，很快占领了当地的毒品市场，而且为了给他这个毒贩弟弟林超华报仇，他还派人开枪打死了刑警陈杰辉的新婚妻子。在警队队长赵队长指导之下，陈杰辉和自己的战友组成了一个精英小组，专门负责打击林超成的贩毒团伙。为了能够获得更好的侦破的效果，赵队长在林超成的身边安插了卧底杨雪。林超成对这个杨雪那是一见倾心呐。与此同时，林超成也正在寻找着自己弟弟留下的一个女儿，但是他并不知道，他要找的弟弟的女儿，也就是自己的亲侄女，现在其实被警方抚养，就是之前大家看到的那个女孩丫丫。上一集的故事里，我们讲到林超成的背后还有大毒枭，叫罗老大，他回国了。他得知了丫丫就是林超成一直在寻找的女孩，罗老大这次目的呢是想除掉林超成，于是他便企图在林超成找到丫丫之前要杀害这个孩子。你不是知道那个女孩的长相吗？赶紧给我找出来，我不希望林家有一个人活着。举手赵小心小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杨雪呢就同意把丫丫寄藏在陈杰辉的家里。我同意。什么？我说我同意。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如果丫丫一旦被送走的话，你们既不能通话也不能见面。你要是万一想丫丫了，可不能违反规定啊。我知道，赵队跟我说了，等抓到老罗之后，丫丫就能回家。我相信时间不会太长。现在能否抓住老罗你是关键。我知道。对了，如果林超成要是问丫丫去哪儿了，你怎么说呀？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知道该怎么说。全小队都会掩护你，配合你。阿辉，丫丫是我的命，我拜托你了。放心吧。今天的故事当中，林超成和罗老大之间的博弈和较量就要浮出水面，一场更加激烈的争斗就要开始，而这场争斗可能也会危及到丫丫的生命安全。同志，找到那女孩了吗？她被人带走了。然后呢？我怀疑是这个人把她带走了。有人在某小区见过他，还在附近的玩具店买过玩具。给我找到他。真是难为你了。妈妈什么时候来接我？嗯，丫丫乖啊。妈妈这几天就回来了啊。嗯。丫丫乖，丫丫乖，丫丫不哭啊。妈妈这几天就回来了啊。不知道杨雪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是该担心还是欣慰？丫丫还好吧？啊，挺好的，放心吧。我想跟丫丫说说话，可以吗？她刚睡着，改天吧。可是我很想她，我能见见她吗？老雪，咱们得为丫丫的安全负责。阿雪，这几天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我安排你们见一面。真的？嗯。谢谢你，阿辉。行吧，那你就早点休息，晚安。晚安。货船还有两个小时靠岸，你交代的事办好了？嗯，按照你的意思，已经吩咐下去了。阿成啊，你这边港口
进行起来不太容易啊。是，今后还得麻烦你多费心呢。哪里，我也只不过是过路财神，只是帮你干爹打工而已。人生在世，谁不为了别人活？只不过有些人身不由己，有些人是不明所以。是吗？装起来吧。慢着，把话给我咽一下。老大，我没问题。好，放枪。黑童，你做事真谨慎，怪不得干爹器重。黑童，这什么意思？对不起，林老师，我都是按照你干爹的意思办。就凭你想杀我，杀得了吗？就你们两个人，你还敢那么嚣张？你还是回去好好想想，怎么跟干爹交代这批货的事。你娘的货呢？货呢？别他妈跟老子废话！啊！我告诉你，杀了你！乾隆，货上船了吗？啊！多派一艘船出港，到时候偷偷把货转移到这艘船上，然后把真货的船，让他早些到二号港口。是。要不是我想要这批货，你们能活到今天？再废话，你就试试。不想要货了，回去告诉他，这里地盘幸福，让他小心点。撤。你是怎么东西了？我问你是怎么做事的，罗老大，我真不知道林长生会突然这么干。肯定是谁早知道消息，他知道了我们此行的目的。说，是不是你小子搞的？说，罗老大，我黑瞳怎么会那么干？林超成要是把货卖了，招兵买马，我们的处境可真他妈就危险了，知道吗？罗大，要不这样，我马上派人把货的下落查一下，或许这儿还有机会。他既然敢抢你，他就没法去打他，你知道吗？啊？那怎么办？怎么办？对了，我让你杀的那个女孩，你杀没杀？那女孩没有杀。但是已经找到那女孩的藏身之处了，赶快去带人把她给我抓来。老大，可是什么啊？还有什么可是的？快去抓！是。谁啊？张雪，是我。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这些天忙着老婆的事儿，也没时间过来看看你。但我看你没有想找我的意思啊。啊，我看你最近比较忙，所以就没去打扰你。收拾东西，带着丫丫跟我走。出什么事了？我怕你们有危险。什么危险？我和老婆决裂了，怕他们找你麻烦。丫丫呢？
啊，我把丫丫送到乡下的一位老中医家了。老中医？啊，丫丫很小的时候，他就是丫丫的中医理疗师，理疗的效果还不错。他说丫丫的病源是心智混浊导致的，乡下的空气好，而且白天有小朋友陪他玩，晚上睡觉又安静，这对他的病情恢复有很大的帮助。那你快点收拾东西，在楼下等你。喂，齐浩，帮我接阿辉。好。喂，阿辉，林朝成跟老罗闹掰了，老罗可能对丫丫有危险，你那边一定要小心。知道了，你也是。你怎么进来的？哦，刚才门没锁好。你在给谁打电话？啊，我在给那个老中医，我告诉他好好照顾丫丫，不要让他接近陌生人。王璇，你手机借我用一下。老先生您好，我是杨雪的未婚夫，我可以和丫丫说几句话。你稍等一下。喂，你找谁？哎，丫丫，我是林叔叔。林叔叔好。你在那边要听话好吗？等回来叔叔带你去公园玩好不好？好。那好，丫丫晚安。叔叔晚安。咱们玩个捉迷藏好不好？一会儿呢，叔叔撞过去，然后你开始藏，只要叔叔喊一二三，叔叔就开始找你啊！哎，叔叔撞过去，丫丫可以藏了。一、二、三，喂。果然不出你所料，林朝成真的拿手机试探杨雪了。他没怀疑吧？一切按计划进行，林朝成肯定查不出破绽。那就好。行了，你安心带孩子吧。好。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藏哪儿了？啊？丫丫，好不好玩？哎，丫丫，听叔叔说，以后呢，只要叔叔说捉迷藏，丫丫就藏一个比今天还难找的地方，好不好？好。哎。成哥，安平货已经按照你的意思和
学生三个藏好了。嗯，老罗人找到了。不知道他藏哪儿了，不过他肯定跑不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我抢了老罗的货。啊？没事，你在这里很安全。嗯。干嘛去？啊，我出去买点日用品。啊，不用了，这什么都有。要不你陪我出去转转？不行，你不能出去。有这么严重吗？相信我，我了解他是什么人。丫丫没事吧？丫丫不过，哎呀，那个，你回家吃吧。啊，走，丫丫。喂，七号，帮我接阿辉。杨雪。阿辉中枪了，现在已经送往医院了。什么？春哥，时间差不多了，该去货场。哦，出去准备好车等我。是。杨雪，我出去一下。Thank you.
本来是想抓那个小女孩的，但是周边人实在太多，无法下手。刚好他不巧走过，就把他给弄来了。老大，我们何不拿他去威胁李长城呢？安防一定要做好。放心吧，成哥，货放在这里是最安全的，而且我在货里还都加了自爆装置。我们现在不能掉以轻心，不但要防着老罗，还要防着警察。好。哪位？儿子，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呐。老罗。连干爹都不叫了，啊！你可太伤我的心了。你还没跑啊？不怕我杀你啊？儿子杀老子可是大逆不道的事儿，咱们父子俩可别因为这点小祸伤了感情。什么意思？杨雪现在在我这里做客。你说什么？你的未婚妻杨雪现在在我这里做客。不可能，小霍，小霍，放开我！怎么样？我没骗你吧？你想怎么样？除非你告诉我那批货在哪儿。老罗，你信不信？如果你敢动杨雪一根手指头，我不但会让你死，而且你会死得很难看。人现在在我这里。你要想考验我耐心的话，你可以不来。你要是想让他活着，就把货给我送到码头。成哥，老罗是不是让咱拿这批货去换嫂子？你不会真的要去吧？这批货数目不小。我们好不容易才得到的，邪龙，你他妈真没有人性！成哥，我现在就去安排人把嫂子救出来。这点货不算什么，大不了咱们再抢回来。重复，你干嘛呢？我告诉你，你给我少来。是杨雪的求救信息。有什么事啊？他被老罗给抓了，老罗让他威胁李超成。
赶紧通知特警队，组织营救。是。你干什么？三姐三弟，不行，你的伤口还没愈合，不能去。赵队，我已经好了。哎呀，不行。我。这样子能去吗？赵队，丫丫不能有事，杨雪也不能有事，必须去。喂，梦辰，我现在刚刚好，这离那儿近，可能会先到，你带领特警迅速支援。阿辉，你自己去有危险，你还是等等我们，我们这边马上就出发。不行，来不及了，杨雪有危险。阿成，别来无恙吧。少跟我客套了。人呢？货呢？我要先见人，见不到人你别想拿货。我怎么知道你带没带货来啊？那你的意思是不要货了？还是从小那脾气。我的货呢？把货拿来。就这么点啊？验验货。老大，货不对。还有我，成哥。
为什么没经过我允许私自把货还你？怎么？你想要这批货？春哥，我没有。货一直在仓库里面，我根本没动。不信的话，你可以去查。那是我冤枉你了，对吧？你这样做险些让杨雪丧命，你知不知道？陈哥，消消气儿。小虎，我问你，金钱、友情、爱情、亲情，哪个最重要？金钱、友情、爱情、亲情，反正除了金钱，其他的都重要。可邪龙为什么不明白啊？说不就是货那点破事儿吗？用得着你自己在这喝闷酒吗？你解释清楚不就完了吗？陈哥还真能怀疑你吗？不仅仅是这个，那还有什么？今天本来我打算想告诉陈哥一个好消息，结果呢，反倒被他一脚踹开。什么好消息？我找到陈哥侄女的线索了。什么线索？陈哥根本都没给我机会说。好，你去吩咐他们做吧。嗯。陈哥，阿玲旁边这个女孩是谁？可能是她的妹妹。谢龙怎么找到的？前两天，他去了阿玲的老家，但是房子都已经被拆了。这张照片。还是他从废墟里用手扒出来的。为什么没早告诉我？你没给他机会说。知道了。喂，杨雪啊，我是啸天。阿辉怎么样了？阿辉正在取子弹，不过你放心。听医生说没什么大碍，但是完全醒过来还需要一段时间。好，我知道了。对了，杨雪，听阿辉说，这次行动林朝成很可能怀疑你，你自己要小心。不行的话，赶紧退出行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这时候不能退。放心，我会掌握好情况的。好的，我跟上级汇报一下。照顾好阿辉，替我谢谢他。好的，你自己也要小心啊。阿辉，林朝生抓住了吗？任务失败了。那毒品呢？怎么了？到底是怎么了？你们倒是说呀！阿辉，你别动！哥哥，你要干嘛？干嘛？你马上去局里。姐姐，我回来了，回到咱们曾经一起长大的地方，你看到了吗？快坐下，姐。小美，来喝点汤。哎呀，恢复的也真快。是吗？那也都是姐姐的功劳。
是你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我都胖了好几斤呢，我想待会儿再喝。那也不行，不喝怎么能跟疾病做斗争啊？来，快喝，快点，待会儿再喝。我想先听听你的肚子，你给我听听。我猜肯定是个女孩。她在你肚子里叫我姨呢。傻丫头。姐，如果宝宝出生了，你打算怎么告诉他他爸爸的事情？姐姐，愿您的在天之灵保佑我找到丫丫。再点来两个饼，加蛋加肠的啊。干啥呢？怎么了？你说打开的车你？你喊什么？你说给我下来。我操你妈！快！别碰我！不是，警察上场。我们要一起梳理一下这一集的法律点。林超成和他的手下，包括罗老大和他的手下，在港口进行毒品的运输和交易，都涉嫌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当然，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讲这个法条。刑法347条，啊，在我们国家，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这是重罪啊，无论数量多少，都要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罗老大还有他再度派人杀害丫丫，这个黑童呢开枪射击陈杰辉，使他受伤。罗老大呢开枪射杀杨雪，导致陈杰辉中弹，这些罪名都涉嫌故意杀人未遂和故意伤害罪。而这个林超成开枪打死罗老大，涉嫌故意杀人罪。杨雪现在处境非常的危险，丫丫的离开又一次引发了林超成的怀疑。虽然多亏陈杰辉的提前安排没有露出破绽，但是可以看出林超成在对杨雪有爱的同时，对她还是有所戒备的。另外，在我们这集的故事的最后，我们看到又一个女孩的出现，这个人就是林超华女友阿玲的妹妹，叫小美，也就是说她就是丫丫的小姨。那么他的出现又会对丫丫的命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明天请您继续收看。这人是谁啊？阿玲的妹妹，也是丫丫的小姨。据辖区民警反映，好像在这个城市见过小妹。超华的孩子有线索吗？什么线索？他小姨还活着。如果成哥他找到亲人会怎样？亲人团聚，咱兄弟俩呢是多余的。喂，我是丫丫的小姨，我想单独和你聊聊。阿辉哥，你找丫丫为什么不直接找我？照片上的这个女人收养了丫丫，一路找过来的。丫丫怎么了？张小姐，我很遗憾，丫丫得的是白血病。丫丫需要亲人的骨髓移植，而她的亲人只有小美和林兆成。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我是王小磊，咱们明天见。